来看中华县政府计划要伫咧洪万乡设立着火化场，事实上早伫咧2020年，洪万乡公所就捌提案哦，讲要来设立着火化场。消息一传出来，民众嘛马上来抗议，无到两个月时间就来化停。为着记录着2020年反洪万乡公所设火化场的运动，中华县洪万乡乡土文化协会嘛来出版着新册，记录民众抗议的过程。编开这本记录2020年抗议洪万乡公所设立火葬场计划的新册，当时的抗争场面相当激烈。最后，洪万乡公所未堪要民众的抗议，无到两个月，这项计划就终止。2020年，阮迄个反火化场运动吼，足短，59天嘛就结束了。吼，因为阮地方的真密乱，沟通。吼，啊，过迄个协调，足密落个啊！吼，啊，对家己村内个人嘛爱沟通啊，嘛爱协调啊。啊，阮甲即个反火化场运动当作是一种社会教育。阮即内面啊有清楚个说明，阮毋是讲为反对而反对，阮是徛在地、徛在人的立场，作为一个人。那么要求什么条件？第二点，我站在天理的立场，就是讲，咱人参大自然关系之间的伦理，冥冥中有一个天理。经过四年了后，这回换彰化县政府，同款要伫咧洪万设立火葬场。针对县府的计划，新册作者真理性的表示，个人未表示意见。那如果县府会使好好规划，无的确会有可能整理一个安尼真好个迄个森林哦，啊，甲这火葬场安尼绿化绿化迄个森林中，如果非盖不可的话，如果非盖不可的话，这无定着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式之一。新册作者林天成是退休教师，当初反火化场自救会转型为彰化县洪万乡乡土文化协会。林天成老师强调，2020年反火化场活动一发起，地方马上就成立自救会，显示人民免于惊吓的自由。今日的反火化场运动，也是展现民主世代的精彩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，彰化采访报道。